Hello， 我是 X 九少年团的彭楚月。今天呢是 X 少年双面探究的最后一集啦。在这么惊喜的时刻，少不了我们 X 九少年团的合体。好了，不要抢，好，在正式比赛开始前，我们先来个热身的一个小游戏。第一个来光光后空翻。热身，来后空翻。好了，开玩笑，台面上没有。没有，开玩笑啦。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呢？特别简单，就是每个人用九个字去形容每个人出道时的感受。对，拿起你们的手指数一下，来数一下九个字。哎，有没有谁先想好的？来，出道真的好开心啊啊！好敷衍啊。啊，今天出道真开心啊！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。X 九少年团长长久久。哦，寓意很深啊、哦！来，泽西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嘿。原来我们 X 九都是来自幼儿园和学前班的，来，九个字，啊，你说完了吗？啊，谢谢。九个字，说完了。很高兴，很兴奋啊，很刺激。哇，排比句，好的，那么我呢？我的这九个字呢，是形容所有。啊不，只包括我自己，不包括大家。啊，只包括你自己啊！只包括你自己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没有你份，不好意思。九个帅吗？对，九个帅。好。极其期待，并且谢谢。他是不是？我觉得是比较文艺的，比较文艺的。谢谢捧场。来了一个，别个大招。好，别玩了。一切尽在不言。蕾蕾，你是已经用，用脑电波已经告诉了我了吗？来，我想一下，龙剑出鞘。哇、哦！一句话直瞬间就不一样了。闪瞎你们啊！六，强无敌。要这种人笑。我们期待一下我们的老谷。别大招了。我来一个比较悲伤一点。为什么要悲伤？出道不易，且行且珍惜。感动。哎，你应该坐错位置了。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小五坐到这边来，因为感觉还不是一边的。每个人用方言来讲 ，X 九少年团，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。嗯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。英文啊，韩语啊，法语啊，意大利啊，墨西哥啊，墨西哥可把它推。来，这次从老谷。X 九少年团，祝你开心每一天。给你个九十分。这是什么？火星语？什么鸟语？是二次元的。我没有搞懂啊。过了是吧？过了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我 X 九少年团，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。祝你开心。为什么你们的方言都没什么？都挺好听的，我觉得。啊，那我瞬间很期待凡凡的方言了。X 九少年团，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。不是像每一年，我说了每一日，我们那边就是哦。X 九少年团的英文是什么？就 XNINE。Good guys, XNINE boy. Have a nice day. Nice day. 来，凡凡，我期待你。来，我们重头戏。X 九少年团，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。X 九排位战，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个排位战呢，就是从左
至右的一个顺序，发自内心的站到那个位置上，然后只是为了搞笑吗？对啊，你就是为了搞笑，就发自内心，就是发自内心的搞笑啊，发自内心的搞笑啊。柔韧度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谁这边是高的，那边。服吗？服吗？服服服服服。我们瞬间懵掉了。OK OK， 好，下一个哈，下一个是饭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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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周，下一周。隔一条街被带上。哇，你们就是沟通远，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我饭量不是最小的、啊。那谁最小的？那谁最小？饭量最小是其实磊磊。磊磊吃两碗饭，不好意思，是我，是我。对。来，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服。服。服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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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，下一个。哇，下一个就。就是异能感 ，OK， 三二一，走。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服吧，服吧，服吧。好好，下一个，大方度。大方度，都很大。哇哇！天哪，我就不动，我看你们怎么动，我就不动。啊，我就不动。你今天请我吃饭吗？那个，哎，好，最后把那个请吃饭，今晚吃火锅。好，服不服？服不服？啊、哦，原来你最小气啊！打打。我真的。服服服就打他。啊。颜值。还是他。我们这都不算，我们这做一个霸型的轮子。这个人，你要坐这边啊。因为我觉得我背还挺帅的。啊，不，我是主。我承认我背面是蛮好看的。OK， 接下来是分组游戏。然后我是主持人，我依然是主持人。然后呢，分组是分别为 YB 队和 OB 队。好，问题来了。Youngboy 呀！哦，真聪明。顾名思义，五谷成销一组，来做一组。谢谢。啊，来来来，我们自己啊，来来。五谷成销棚。来，好，夏烟锅罩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这个游戏呢，就是赢的那一组可以得到六个菜。哦 ，Yeah， 就是有炸鸡呀、啊、披萨，有六个菜。然后输的那一队呢，就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要接受惩罚。好，第一游戏是听前奏猜歌名。唱回家看看，唱啊！唱回家看看，找点时间，找点空间，跟着爱人唱回家看看。这个我们要播。好，要播一堆听不懂这种歌。是的，我们真的没听过。好，第二题准备了哈，第二题，三、二、一，抢！洗个什么？陈志新。洗个什么？请问你叫什么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夏之公。夏之公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。当当当当当。下一句。要两句啊。要儿童敏感想象。啊。歌名。什么？喜羊羊与灰太狼。啊，哎，我们当时唱这个歌名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歌名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别看我只是一只羊。这个很精辟。啊！喊名字，喊名字，快！快！好熟啊！
是第一个，我们先手牵着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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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牵着手。这什么名字啊？不知道。手牵着手，海枯石烂。想想那个副歌，哒哒哒哒哒，是什么词？自从有了。Oh my god！ 我应该是中立才对，我已经变成那边去了，好不好？对的。好，第四首哈，三、二、一。我知道。说名字，说名字。艺术家。啊。摩的大镖客。啊。唱啊。啊，特工破骑着摩的。高速公路上，始终和我保持你。我们是不是？我们去隔壁房间吧。然后我比一比，比就比。我们去隔壁房间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去隔壁房间，不好意思。你需要走啊？哇，赢了，好 ，Young Boy，Young Boy 对两票平。第五首，决战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三、二、一，嘣，准备抢啊！这几个，说过那个是吧？什么枪？什么？哎呦我的命！木板 ，E X I D， 上下，唱 ，Young Boy Young Boy 对，三票三票，好。这是第六首了吧？三、二、一。这个，唱，唱的那个就是我，他先的。三五，我忘了。他不会唱，他不会唱，快去。不会唱，一定要会唱。我没可，一定要会唱。那个不会唱，不会唱，这不算。没人会唱，三秒都没。我觉得可以过，因为都没有人唱的情况下，他已经唱了一个旋律，我觉得这样过吧，好不好？好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对，三比三了吗？对，三比三平。来决胜局，最后一把。陈志新，起飞的演绎王心妹，出之解谜。啊，我是靠这边的，是靠这边的。你的声音能别问题。调起太低啊。好，这一把我们的 Oh my god， 对，胜出四比三，四比三，四比三。就是你那个摩的大镖客真的有吓到我，你吓到我。你唱那首叫什么？手牵着手，牵着手，牵着手，牵着手。好，接着我们下一个游戏是常识大拷问，举手并喊出自己名字，抢答一模一样。Okay. 就是举手喊出自己名字哈。OK。2016。奥运会举办地是巴西的。李嘉诚。哇哦！里约热内卢。是的。那问题是下一个没有问完。下一届奥运会是哪一年举办？李嘉诚，日本东京。哇！哪一年？2020年呢？好的，过。昨天是什么节气？尴尬。吴嘉诚，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我昨天看了。啊，各种猜，确定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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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赢。秋分的代表寓意是什么？分头。少磊，直接。秋天来了呀。嘉诚光，可以输分头了。化学老师叫你地理吧。昼长夜短，不太长。昼长夜短，错。啊，不是。昼夜平分。对。情深深雨蒙蒙，这部经典电视剧和成员燕许家，谁年纪更大？我知道，一样大。情深深雨蒙蒙，一样大。一样大。看到了吗？现版人民币50元的背面是什么图案？是不是陷阱？是不是陷阱？没有。啊，那个。三二一，抢！不要抢！富达老公。对了。对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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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迎我们的郭子凡，经常拿五十元在手上，看一下。哇，有钱！每一个队姓氏的笔画总和，我选择死亡。你选择死亡还不赶紧动一下手指？我怎么算？我这个姓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那不是数出来了吗？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九，这数出来了呀。你干嘛选择死亡？二十四。二十八，二十八，二十八，错，来，赶紧。赵磊三十九，我，错，不加强，二十七。你是多少？对了，你们差一个，你们四十。啊！好，现在宣布 ，Oh my God， 对应。Oh my God！ 抽鬼牌。啊？好，怎么玩呢？每队派出两名，最后先跑的赢。啊，好好玩啊，好喜欢啊！好，来，你们队派出谁？我们俩吧。好，因为那个我们也不会玩。就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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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你们队派出谁？你们队派出杨波，队派出子凡跟之光。好的，好，来，那坐过来，坐过来。好了，好，我们再输给一个新手。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抽牌游戏之后，什么队赢了？杨 boy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杨 boy 队赢了，因为本主持人在休息，中场休息。然后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游戏，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个游戏，啊，名字叫接力吃柠檬，要靠声音才能下一个接哈。他的面部表情在重头，喷到我啦。老虎这么厉害！我打！这！我的口腔溃疡真的好酸啊！发声音，哎，他们赢了！他们赢了！我不是，他们赢了！不要抢，咬着嚼两口，别哭就好了。没有啊，其实还可以，别哭。跟吃橙子还是不一样的。好的，这一轮是我们的 Oh My God 队获胜。都是我们赢的，哎呀，没压力。对啊，都是我们赢的。以上就是我们所有游戏环节啦。然后这一次恭喜我们的 Oh My God 队获胜，耶！来鼓个掌，鼓个掌，来鼓个掌，鼓个掌，快点鼓掌，快点。国际代表了不起啊！来，请每位成员说几句话吧。今天拍摄非常开心，跟兄弟们玩得非常开心，希望大家粉丝们通过这一个就是这个游戏又更深入了解我们。其实是的，比如说我们很多一些平时生活习惯啊都在这个节目里面呈现出来，是我以往都没有的，还是有很逗的那一面的。对、yeah. 所以你们值得你们期待。嗯哼，一开始到最后吧，今天是我觉得玩得最开心的一次，因为大家都在一起，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节目更了解我，也更了解我们的所有人。好，耶！这是我们 X 少年团，耶！好，那就到我了。好的，我觉得呢，跟上面的综上所述是讲的都一样。对，因为真的今天真的是玩的非常非常非常开心，尤其比我们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多很多很多很多。因为平时我自己一个人的部分我在接三明治，因为我真的是从来都没有下过厨。你有煎糊吗？这一次？没有煎糊，黄那很不错呀，那是 OK 的呀。是的，对，还是今天非常好。首先要感谢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粉丝们，希望你们能越来越好，然后也希望我们 X 少年团能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久，耶！太短了，玩
玩的时间太短了，我觉得那你留下来吧，有机会你自己在这儿有机会可以去一个更大的场所设计一个玩、哦、来许个愿、哎、来许个愿，比如说对游乐园啊之类的、啊、然后我们可以导演组哭了，以后再约OK 代表大家说出我们的心真心话，就是 Oh my god， 他是什么，他是什么，我们的鸡腿在哪里，鸡腿在哪里，我们奋斗了一天的食物在哪里，在哪里，除了这个就是我爱你们 yeah 下一个我想说我也爱你们，我更爱你们，下一个太油腻了，你们几个好油啊，你很感谢大家，然后一直对我们的支持，通过这个节目确实也看到了很多平时看不到我们的样子，然后希望大家以后可以乌鸦脱粉我们 X9 少年团正式已经出道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更多的想说是我们九个人其实是一颗心，真的是一颗心，然后接下来可能未来会走很远很远，走很久很久，所以说大家还是彼此都在互相谦让，彼此都在互相鼓励，然后一起努力着，然后我希望我们这整体的一个感觉会给大家带来更不一样的我们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我们的目标一定是最正面的鸡腿yeah, 然后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们，支持我们每一位，谢谢，来来来来来，虽然买我们的火柴，虽然买你的礼物，最后一点了，感恩节，我感恩节，我为你要感到哭泣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吃了来吃了，好烦呐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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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你们太不上道了！天哪，我的妈呀！是什么？来来来来来，摸一下，来一个一个来摸一下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不是是是死是死啊。啊！来来来，是什么？手啊手啊，在哪在哪？哎，怎么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？三二一，睁眼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好高级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一起唱好吗？谢谢。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Jia Jia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哎，神圣的时刻到了，来来许个愿，许个愿。赶快许完愿，我蛋白退回去了。哦，好大的火啊！这一次是我们佳佳的生日，然后呢，我们要一起哥哥一起祝佳佳生日快乐！赶紧长大，赶紧长大，好不好？加上这个刀工有待提高，刀工很厉害的好吗？这个刀工，哎呀，好丑啊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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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蛋糕明明很好看。毁掉。一起奋斗，一起流汗，一起流泪的一个人，我觉得战友加亲人吧。